象智医疗集团咧系一个跨专科嘅集团，咁我拥有超过60多位嘅唔同专科嘅专科医生，亦都有超过20多位嘅普通科医生，形成一个好大嘅跨专科团队。咁我亦都拥有其他嘅医疗人员啦，包括护士啊、物理治疗师啊、dietitians 啊，或者系啲 health consultant 咁去帮我哋手嘅。咁所以咁嘅设计咧，令到我哋可以照顾每一类唔同需要嘅病人。咁我哋可以媲美香港一啲私家医院嘅设计嘅，因为我哋集团拥有一座大楼啦，亦都有另外一啲嘅散于各区嘅一啲医疗嘅诊所，咁形成一个大嘅网络，咁去提供一啲全面性嘅服务俾我哋病人，从佢哋嘅预防啦、诊断啦、治疗啦，去到康复成个过程咧，我哋都能够喺我哋个医疗集团里边帮得到佢哋嘅。上智医疗集团亦都最近尽力提升咗我哋嘅硬件设备，我哋亦都今年成功争取咗卫生署攞到一个日间医疗服务中心嘅牌照。咁呢个牌照底下咧，我哋提供咗日间服务啦，包括内窥镜服务啦、小手术啦、日间物理治疗服务啦。咁预防医学咧系一个大趋势，主要系防治未病嘅人，希望能够提供长远嘅健康效益。咁喺上智医疗方面咧，我哋觉得唔应该提供一啲市面上罐头式包装嘅服务，我哋希望提供一个个人精准嘅预防服务。佢嚟到睇完一个专科医生之后，会制定佢个人嘅预防策略，特别系睇下佢嘅体格、佢嘅体型同埋佢原本有嘅病同埋家族史。譬如举个例，佢系有三高。咁佢可能再要更加深入做一啲嘅，譬如 fibro scan 啊，譬如其他嘅嘢，同埋定定一个长远嘅计划俾佢，睇下达到咩目的嘅。咁我哋有个所谓高效目标，咁高效咧代表到成效高同埋效率高。咁所以病人嚟到咧，我哋用循证医疗嘅方式，睇下佢哋嘅需要系乜嘢，咁啊立刻等佢得到一个诊断啊治疗。因为我哋大家合作非常之紧密嘅，咁所以病人从一个专科可能转向第二个专科咧，就可以好无缝咁样接轨得到。咁有需要嘅时候咧，我哋亦都会将啲病人咧可能转介去医院嘅。咁我哋专科医生亦都去到医院咧，提供一个治疗同埋诊断嘅服务。咁样咧，我哋就可以省却咗病人奔波劳碌，咁从而提供咗一条龙嘅服务。